上好，我没想到第一次录视频就要以那么匆忙的状态来录。现在是8:47，我是要9点钟就要到楼底下跟我朋友去一起坐高铁去伦敦。我现在很慌乱，我现在需要化妆，13分钟化妆换衣服，非常迅速，拜拜。Thank you. 我们现在要狂奔去了，拜拜。好可爱呀，这小孩。王瑞连那个眼珠都在用力。去看穿。我今天贴完之后，我的这个贴睫毛的技术封神，练就出来了。我刚才那个洗手间贴的时候，你知道我用到了核心，你知道吗？天哪，在一个频道上，少了一个，再来一次，少了一个这个，你做这个换成这个了吗？这个做完了之后做这个，你俩挑的是一只吗？小羊快跑，你现在到吃午饭的地方，吃个 brunch， 超级多的排列组合。店主在给我们整理一张桌子，因为我们有5个人，所以他在整理桌子给我们吃饭。我觉得这炸汁机很可爱。全透明的长直子。那太少了。怎么还有点苦呀？就是品种橙子里边就是。橙子皮他没去是吧？先下去。There's no food or drink? No. Thank you. Yes, I'm the first floor, okay? Okay. I'm trying to hold it. He's going to change clothes. He's going to send me the ticket. There's even a parking lot. I'm going to put the little girl on my head. It's really a parking lot. Oh my god, there's a parking lot. Oh my god. Thank you.我拍不到我的手，我好激动啊！
在看黄片，不是在看黄片。现在是晚上的1:14，我刚刚弄完整理完我的视频。今天的 Magic Mac 真的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了，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劲爆一点。我不知道我的这些视频能不能播出去，怎么说呢，他们也算是一种表演形式吧，就我们要把他们当做一个艺术工作者来看待，不能把它当做一些不正当的东西来看待。他们跳的真的很好，真的还挺好看，很值得看。如果你去看的话，可以坐在转角的地方，走过道的那种票，很容易被抽到他互动。就今天我其实互动很少，但是我的朋友们跟他们互动了很多，各种 wink 呀什么的，然后对视抛媚眼等等，这是一种艺术，我们不能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反正就很开心，然后开心的过后呢，就是今天吃的太多了，明天要开始轻断食，接下去我要继续完成我的作业，还剩下7000字的作业要写。好，我接下去就是一个认真努力学习积极向上的一个 vlog。 好，今天的 vlog 到此结束，晚安啦，晚安啦，希望下一次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可以瘦一点。